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雅实况。OK， 我们的看到酒。哦，对了，之前有观众建议我说要不要直接叫他小绿茶。好，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叫他小绿茶好了。绿茶圈什么的，我们就留着以后口头讲就好。好，小绿茶。安君。我没跟口口袋带就不带哟，就安君到这边就可以了。次はもっと楽しめるようなプラン考えとくろ。啊，这边就跟我上一段有稍微念到的地方是一样的。我先稍微看一下分支啊。哦，那我看错了。我现在点到这个记录档，它是。我上一次直接到结局的那个，所以我现在要选这边，先回去。噔噔噔，去化妆室去了20分钟，然后还直接回家了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应该就点睡觉吧。内陆睡觉。我猜应该差不多快到完结了，我觉得啦。对，那这边就他就睡着了，睡觉。对啊，他这边就跟我之前看的一样，就他全部都睡过去了，就这样子一路睡到了电影结束。さあ、すっかり寝てしまっていたよ、就好啊，真的就是很好好的睡了一觉啦。对，他这边就都一样了，就是醒来后就是都没有看到女朋友这样子。对，然后现在打电话。啊，阿雷克。对，这边就跟之前一样了，就是他回去了，他居然回去了，你居然就这样子，然后这边就发现了，应该是他打工的店的一些收入啊，给料收据这样子，好，然后就出去啦，这边就跟之前一样。那接下来应该是，哦，加入应该是加入来了，啊对，加入卡拉达，来自加入的。私の痛い意味わかった？就这边就一样，就是加入就问他了。確かにおかしい，确实很奇怪。OK。对，这边就完全一样，关系变动。所以 Garu 要我们多注意小绿茶，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吧。他这边在讲说，就是小绿茶他好像很不想让安君知道关于他打工的事情。哦，好，这里。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在这边吊大家的胃口，好，连我也不晓得这个是谁。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啊，问他问号，よし、じゃあ、それを探すろ，就是好，那我们去找找那个吧。嗯，得得，哇哦，果然是你吗？君ここで何やってんの？你怎么会在这里呢？あんたがいたじゃん。エオンに来てるって。我说，是你讲的吧？就是要我来エオン这边呐、啊。啊，まあいたけど、说啊，确实讲过呢。買い物くらい来るよ。
そしたらあんたが寂しそうに一人で。这个是他说从买东西，从他们从那个安君跟小绿茶去买东西的那个时候，他就来了，盖鲁他就来了，然后就看到了安君，他很好像很寂寞的一个人站在那边这样子。サビシクナイ，一点也不寂寞。一カレモタリブナズ，なんか教えろよ。说好啦，你就不要再讲了啦，赶快，赶快告诉我。哇哦，小 C， 这应该算 CG 了吧？他表情真的还蛮坏的。あんたの彼女、ふけしてるかも。不是。Uaki， 我每次都想要把它念成 Fuki， 抱歉抱歉。Uaki してるかも，他说你的女朋友啊，应该是外遇喽。哈，白黑，つけよこのまま灰色，毎日，他这边用三种颜色，应该是比喻吧？我想，就是你要从今以后，就是每天都是在这样子的灰色地带中过吗？どういうことだよ？你什么意思？彼女のこと、微信しようって言ってんの。ワクワクすんじゃ。他说尾行应该就是跟着他吧，就是跟踪，就是跟着女朋友这样子。对，就是叫他跟着女朋友，就应该会知道一些什么事情了吧。哈，阿ホらしい、行かないからな。阿ホらしい。あ、ねえ、浮気してたら、翔くん、ん？違う、そういうじゃない。啊，不是，这才不是那样子。啊，他刚刚说就是，哦，他刚刚是说，就是外遇的是秀苦，我查一下好了，稍等我一下哦。秀克，震惊啊！我懂了，就是吓，就是我们讲的吓克啦。秀克就是，难道他外遇了，让你很惊讶吗？啊，然后安君就说：“这个所有讲来，这才不是呢，才不是这样子呢。”じゃあ、何も変わることないじゃん。明日付き合いな。他说：“啊，那么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啦，明天就复合吧。”わかった、わかった。付き合ってやる。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了啦，明天就去做付き合って、付き合って、付き合う、付き合う。我记得应该是。”付き合い应酬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交际吧，交际就是跟他交际，至少可能就跟他约会还是怎么样吧，我想。もう行くのは怖はない。こいつのことだ。他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吧，就是こいつのこと，就是关于这个人。もっとしつこい。ただ一度くけど、一度くけど、我查一下。
到底什么意思？이도그케查不到，好吧，先跳过。他打了一个问号。おいの彼女的小绿茶は浮気なんかしない。出现了我们的标题。おいの彼女は浮気なんかしない。我的女朋友才没有外遇呢。所以他是选择不相信，是不是？他是选择不相信他女朋友有外遇，是不是？你认真的吗？你怎么可以傻成这样子？你前面都被糊弄那么久，你还真的要到快要到结局的时候，你也要被糊弄过去，是不是？我的话基本都有比那个真久啊，别多卡啦，我多卡奈，别多。bed 应该是床吧。他说，就是他基本上在礼拜六的中午之前啊，都会躺在床上不动这样子。そんな俺がもう疲れは、出かける準備ができている。就是他准备也是要准备出门的这样子。噔噔。来自 Garu 的讯息。喂，他说：“你起来了吗？你起床了没？” Garu 卡拉卡啊，是来自 Garu 的。Garu 妹，我这个马达尼德鲁多莫德鲁的哟。Garu 他就是认为我还应该还在睡觉吧。哈哈哈，莫，起きてるし出かけようとしてたよ。そう、そうなら駅前。他说他要去，他说他已经起来了，然后正要准备出门，然后 Garu 就跟他讲说，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车站前面集合吧。それだけだよ，就这样而已哦，好吧。那看样子他们今天应该也是要干什么，我想。小绿茶が浮気そんなことあるわけがない。他还是不相信欸，他说小绿茶会外遇什么的，这种事情应该不可能吧，就是还是认为这样，还是认为看到久他没有外遇这样。半分はギャルにされるためにために今日一に彼女を真的要去违心欸。然后他说就是可能有一半也是为了证明给 Garu 看，就是证明说他那个小绿茶并没有外遇，所以他今天他们两个一整天都会跟踪小绿茶。いかけん Garu の目はなレベルだからな。他们对啊，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就是安军应该说算是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啊。就是决定说要跟他一起去跟踪小绿茶。俺とギャルの関係性は一体何の関係と考えた？他说，他就是安君，他和辣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他也要好好的想清楚。应该是抓奸小伙伴吧。友達というほど、俺はギャルのことは知らない。他说，所以如果要说是朋友的话，他对ギャル可以说是就是一无所知啊，就对他也不了解这样子。ギャルのやつ、なんでこうも俺に、看看读，他现在就在想说 Garu 跟他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然后 Garu 他不晓得对安君又是怎么想的。这句话如果用字面上来看的话，感觉就是越想谜题越多那样子的感觉。まあ今考えてもしかない。他说，现在想再多也没有办法，也无济于事啊。
私は今日の予定に頭を切り替えて部屋を好，他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准备出门了，就是预定今天一整天，就是好好的把这些事情给厘清了，这样子。Galu，卫星诶，跟踪。ちょっと到着した。他说，刚刚好到了约定的时间，他就到达这样子。Galu 啊，Galu 他迟到了吗？あこの時もこの間も，这个可能印象が強いの。就随都扣的，他说不管是之前的联谊也好啊，还是这期间他们相处的也好，就是感觉 Galu 就是一个很容易迟到的一个女生啊，就是迟到的印象深植她的脑袋里面。彼女とあり知り合いみたいだけど，好像就是她跟小绿茶好像认识的样子。小绿茶都正反了，好像也知道，就是小绿茶有正，就是表里两种面貌这样子。Ohayo， 就他到了这样子，早安。哇，いきなりびっくりかしたよ，说你不要这样吓一跳啦。声かけただけえら好多打ただけなんだけど，我说你不要这么叫那么大声啊。で彼女のそばつけるのが，他说哎，那就是要跟在就是小绿茶的后面吗？あんたさ本当たち話好きだね。他说你呀、啊、真的是很喜欢站着讲话哎。ノープランで卫星の卫星不知道怎么念。なんでありえないで，说可能在讲说直接跟着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吧。君が探偵がなんか，你是侦探吗你？けどのはプランを立てるため。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是要去想办法，虽然说是跟踪，但是他现在好像也不一定是真的跟在他的后面，可能跟在他的后面会被发现吧。するしやがた，する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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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不知道什么意思。哦，辣妹换了一个姿势。どういうことで？那ほら一个。啊，说啊、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先找一间适合的店里面先进去吧。来了，走了，一个。卡鲁哥，我他拉那个辣妹，他拉着我们的手就这样走的，走开始走。诶。弄的哟 ，OK， 那个谁谁，你说，哎，你干什么了？就是要走路的话，你放开我啊！可是他还是，就是 Galu 他还是拉着他的手就这样走了。俺たちは駅からそう遠くないファーストフード店へ向かった。他说他们到了，他们往离车站不远处的一个 fast food， 就是那个。素食店，就是到了一个素食店里面去了。Fast food， fast food。这 BGM 都换了，结果你们还是站着讲话，吐槽一下。よし、じゃあ今日のプランだけど。啊，プラン会不会是那个计划？就是如果用英文来翻的话，应该是计划吧。他说：“
好，那么今天的计划是，妈的，就妈的，说等一下，那你什么？その前に話がある。在那之前我有话要说。今日、今朝、キャルと俺の関係性を考えていた。我今天早上在思考我跟那个 Garu 他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呀、你看看那这ここまで俺に、それを聞いておこう。他说稍微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到就是至今为止 Garu 到底是怎么想他的，这点想要跟 Garu 好好的来询问一下。Garu はきっと、Garu 他肯定。暇なんじゃないか？难道是很闲吗？俺に気がある，就是有很就是在意我这样子。なんだ？他这三个选项分别是有一个是应该是他很闲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很在意我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有什么里程在里面，就是有点怎么讲那个叫什么？就是有另外的含义啊，就格外有用意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有用意吧，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有用意啊，应该是有格外有其他的用意在里面。そうだ。あて、あまないのにここまで。就是从开始认识到现在，至今为止应该是。おかしい、彼女なんかより就很奇怪，就是比起小绿茶，好像ガル感觉更奇怪，为什么会这么积极帮他这样？ガル、お前の方がずっとおかしい。说ガル，你真的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呢。なにさ、说什么？お前さ、なんでこんなに俺に、哎呦，なんか。好直接哦，他说 Garu， 他在讲 Garu 啊，你啊，就是为什么至今为止都这么的帮我呢？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在里面？一度くけどな、俺は连带保证人になったりしないぞ。他说我话先说在前头啊，我没办法做那个连带保证人啊，所以你不要找我来借钱。就是你不要找我写你那个借钱的保证人。いいね。そのくらい彼女にも注意向けないよ。说很好啊，就是你也有一定的方向在注意彼女呢。答えになんてな。なんてね。なんてね。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就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你有什么企图？你跟我讲说什么？你有好好的注意你女朋友？关系变动，加发？哈？我还以为会要被剪的。なんで私があんたに、あんたで言うと、说就是为什么我要帮你呀、啊？ちゃんと理由がある。でも今は言わない。他说：“确实有理由在，但是我现在不能讲。”呀，言えないかな。他说：“不，应该是不会讲吧。”でもあんたを失望？不是失望是问题，失望我不会念。失望させたりしない。約束する。说，但是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约定好了。Garu は俺の目を，简单来说就是 Garu 他表示说他没办法，他不会把他的原因告诉安君，但是他不会，就是不会做出让安君失望的事情。然后说完之后 ，Garu 他用非常真挚的眼神直视我们。わかった。話せる時が来たら、ちゃんと教えろよ。说我知道了，就是如果可以讲的时机到来的话，就是请你要好好的告诉我，好好的跟我解释这样子。秘密が多いスキル、多い。
哦 ，excuse， 说你呀、啊，你的秘密真多。点点点。じゃあ、話戻していい？说，那么就是把话题转回去吧。啊，嗯，好。小绿茶，バイト先のことは、お、あんたに知られたくない感じなんだよね。他说，他说小绿茶他就是在打工的事情，好像一就好感觉他不太想把他打工的事情让安君知道啊。そうなんだ。それで。哎，可是バイト是 Saki 还是 Sen？ バイト是，我稍微查一下好了，搞不好我至今为止都念错，虽然我念错的地方也蛮多的。バイト，バイト，バイト Sen， 哦，バイト Sen， 看一下，啊。哦，我了了。バイト先。啊，是 Saki， 不是 Mai， 是 Saki。バイト先。バイト先就是打工的目的。他说好像，他说没错啊，就是他好像小绿茶都不太想让他知道，就是他打工的目的为何。那八成是。小绿茶他的打工目的是ドラッグストア，吃茶店。ガソリンスタンド，这两个是那个，应该说这三个都是餐厅的名字，应该是吃茶店吧。Aeon の中の喫茶店，就在 Aeon 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的吃茶店。昨日あいつは荒川？那个そこで。他说昨天就是那家伙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不想要往那个方向去，就是很讨厌往那个往他打工的那一区块过去。嗯。关系变动。で、なんでそこでバイトしてるって考えたけど、考えたわけ。他说啊，那么为什么他会想在那个地方打工呢？俺が彼女のバイト、席、バイト席を知って。他の啊，看到就干。他说，就是对于他那个小绿茶，他的打工目的是，啊，就是我会知道看到就他的打工目的，打工地方是因为就是我看一下啊，给料明细，给料催促 ，schedule 啊。这三个分别是，就是有一个是他的行程表掉下来的，行程的手账 schedule， 然后还有一个是给料催促，给料催促应该不是啊，给料催促应该是类似催缴那种，应该是给料明细。彼女が昨日啊，他就是小绿茶，他昨天的时候啊，不小心掉了他的。就是薪水明细掉在地上这样。多吉口卡哟，多吉口，我不知道什么多吉口是什么意思，感觉就是应该也是在讲说，哎、欸，他现在是在帮我们整理耶，他现在帮我们推理。噔噔噔噔噔，バドケージ喫茶店か，叫做バドケージ的。吃茶店，よし，好。今から彼女にライミしてみて、合わないかって、合わないかって。然后他说：“你现在就立刻给小绿茶传个讯，那个赖试试看，然后就跟他讲说，就是要不要见面这样子。”え、
昨日の今日でかよ。なんかやだな。なんかやだな。俺が会いたいみたいじゃん。他说：“哎，但是昨天也已经去约会了，今天也来吗？总觉得不太可能呢。他会想跟我见面吗？”いいから早くする。他说：“可以了，好了，好了啦，你赶快做就对了。”わかりました。他用敬语了，他用敬语了。说わかりました。他说我知道了，很郑重的我知道了。他前面都讲わかった而已，就是很自然的讲。他现在用了わかりました。传讯息。那今日会わない？他说哎，今天要不要见面呢、啊？嫉妒。今朝，诶，今日会ったばかりだよ。あ、昨日会ったばかりだ。忙しいから無理。他说，你一大早就起来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啊？昨天不是才刚见面吗？我很忙的，没办法。無理だってさ、そう、没有、就是没有办法的。理由は？忙しいからで。他说理由呢？他说很忙的关系。よし。他说，欸，他说好。那么现在就去什么？他们现在要去哪里？欸，待てよ。一日家から出てこなかったら、無駄じゃないか。一日家から出てこなかったら、え？他这句话什么意思？そういうこともある。他说就这那个意思也有。什么？我看不太懂他刚刚那句是什么意思。他なんか行けよ。他们现在讲什么？我刚才去看不太懂。じゃあ、あい、じゃああんた、彼女の予定知ってんの？他说：“那么你知道小绿茶她的预定吗？”知ってたら君に言ってる。如果知道的话，就会跟你讲了啦。まあ、あんたが彼女の予定知ってたとしても、それが本当の予定かも、かもし、おかしいじゃん。他说，就是如果就算你好吧，就算你知道了小绿茶他的预定了，但是那个是真正的预定吗？也很令人怀疑呢的感觉。那我听了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盖鲁刚刚那句应该在损他，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会知道小绿茶的行程的话，就我才会觉得很奇怪呢，这样子就是在损安君啊。然后安君就说：“啊，没有办法否定了。”他的さ、あんたには会えないってことは、他说：“不过啊，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见面的这件事情是确定的情报。”だから家に誰か呼ぶか出かけるかの可能性が高い。啊，我懂了。他说所以啊，就是我们如果现就是他会把谁叫来家里或者是出门的可能性很高。哦，他现在在分析小绿茶，就是因为小绿茶刚刚讲说他今天不可能跟安君见面，所以他很有可能会找谁来家里面或者是出门。我、哦、对不起。なるほどな。まあまあな。看他说：“啊，原来如此，就是你很仔细的在观察呢。”これだからあんた浮気されたよ。就他说，就是你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被外遇啦。だから浮気じゃない，所以说的就不是外遇啊。嗨嗨，一颗一颗，说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安君真的是很容易被糊弄哎，真的。好，他们两个现在就出了店了。ねえ、そうやって人を置いてくる、やめない？他说：“哎，你就这样子把人放着吗？不要这样子好吗？”我觉得 Garu 还蛮我行我素的。好，那我们现在这边稍微做个段落，不小心玩的有点超过了35分钟。好，那我们现在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看他们要怎么去抓小绿茶的小辫子。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大家拜拜。